女子们，奥运冠军黄雅琼让周深去扫羽毛球场了。这还不算，周深还被罚抄反身代词，哈哈。周深昨天接近一个小时的扫楼直播里，简直就是一场舞台搞笑小品剧，笑点太密集了。比如乘坐星光电梯时，周深和单依纯找不到镜头在哪里，东张西望的样子既好笑又可爱。甚至在工作人员提醒时，深深还化身猫猫挠起了玻璃，然后自己笑到不行。后面周深单依纯也拍上电梯神图了，甚至登上了热搜，哈哈。而在被问第一次扫楼是什么感受时，周深竟然以为要真的扫楼，还感叹好多人啊。当被问到周五好、周三坏那周深是什么时，工作人员和网友都在喊周深是宝贝，周深大喊到底什么人在喊我宝贝啊，哈哈。口头禅保你个头再次来袭。被问到最想从新浪带走的热搜是什么时，周深先写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写了一个单依纯美，单依纯很认真地想了一会，写了周深暴帅如雷，就想问你们这么互夸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净说大实话。然后周深写第三个，就把反身代词写成了反身代词，所以就有了被罚写的故事。话说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是让写100遍的，周深你才写了22遍，嘿嘿。还有很多，比如周深单依纯爆笑猜词，周深单依纯把粉丝捧在手心等等，大家自己看回放吧。最后问一下，周深你什么时候去黄雅琼妹妹那里扫羽毛球场呢？